亚太地区的国家，这个食道癌的这个死亡率啊，逐年在降低，只有台湾是持续上升。太假了，为什么？原因就跟我们的饮食习惯很有关系的。第一个就是你们刚刚讲的吃太胖了，这个食道只能支持。今天下午6点，晚上10点，超市身在有健康。您现在收看的是超级电视台。开始要告诉你们了，恐怖的事情要开始。哎，也没有多恐怖啦。不要我干嘛？不是这样子一个人，来玩来玩，王主就是这样子，在弯来弯去。对，你看我的纸，还是你在想说要讲什么？没的。我有这边有电缆，哇塞！我们那个就是我们会去那个祖灵地，有没有？是，就是去烧。就是烧今年丰收的稻草，然后就是释放狼烟。我们狼烟那个时候不是生还者哦，这是搭成一个这个所谓的彩虹桥，然后要引祖灵下来。所以狼烟会烧很高很高很高这样。当然了，烧到天空，连起来有没有？彩虹接祖灵，没的，那个是赛德克，不一样。没有，我们的不能有弯，因为我们那个老人家怕过弯，他们比较喜欢直的。哇，那个狼烟过去，然后祖灵下来之后，再带到会场。然后。那怎么知道啊？然后这个整个过程，反正巫师知道就好了。哦，是啊，巫师说可以啊，那我们就过去。可是这个过程当中，只要有人咳嗽、打喷嚏，或者是这个路线有人阻碍，全部重来。咳嗽、打喷嚏、打嗝，对，那个都不行，放屁。都不行，那更严重，更严重。没有声音，对。但如果是没有声音的屁呢？只有味道，对。你要承认。只有味道，只有味道也要。现在乱讲是真的。哎，那个要承认。如果说你不承认的话，你那一年整个流年都不顺哎。哎呦，不能说谎。对，这个不能说谎，这时候不能说。对啊，就是不好意思，那个七号可能会觉得啊，我患病。你没有睡，你为什么要承认？没有，有点臭。待会你们还是会闻到，就重来这样。所以我们有时候在烧那个稻草的时候，在释放狼烟的时候，不会一次把狼烟全部烧光，因为会重复很多次。所以你有试过，你有参加过吗？对不对？当然是没有啊。你没有参加过。历史文献有记载吗？达悟族的话，像大家都很熟悉，就3月到6月的那个飞鱼季在兰屿。然后对，然后可是在飞鱼季之前呢，就是大家前面会有大船下水，然后就是会有10人的，然后就下，到时候会很壮观，然后整个家族就是整个家族都来帮忙，然后别村的都可以来看，全村的人要穿丁字裤这样，但是别村不行，就做这个村而已。对，然后就下海，然后就是大家一起推到海边，然后就往外海。然后就是划一圈这样子，看那个不是车子，看船有没有稳，然后划，对，看船有没有稳，然后划回来之后，就是就会开始准备，就是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仪式，然后会有很多人开始拍照什么的，然后就很多小朋友都很兴奋这样。不同的地方办祭典，吃的东西就有点不太一样，像如果说达悟族办庆典的时候，是不是就是吃海鲜？当然啦，就是除了海鲜就是之外，就是你知道，大家都知道大海就是我们的冰箱，然后还有芋头啊、地瓜这样子养生套餐加。然后重点是这段期间是大家可能都知道飞鱼季嘛，但是不知道在飞鱼季要结束之前的4月份、5月份就是螃蟹节。哇，终于知道有螃蟹节，其实很少人知道，你知道吗？因为那个我们的啊怎么样，达悟的妇人就是他们要慰劳自己的老公，就是在这段期间的在外捕捞飞鱼，所以他们就要沿就是骑摩托车或是沿路这样子去抓那个鹿蟹。鹿蟹，然后他们会抓完，然后就先储存在那个保鲜盒，不是，就是在某一个地方让它养着，然后就是抓越多就放在那边，然后等到先囤积，对，等到就是5月份，对，然后就会开始把那些螃蟹，就是一个一个蟹膏有没有，全部都集中在一起，然后母猴，然后那个壳全部都
连那个脚的壳全部都去掉了，对，都去掉，然后剩下很甜美香甜的肉这样子，然后还会做很香甜的那个芋头糕，嗯，然后芋头糕还要再加。你有没有烟熏猪肉？烟熏猪肉，你不要卷了，你不要卷了。然后就只有剪光牛，然后有时候还要早起，会被阿美族剪光。那本来就做阿美族的，我要在这边呼吁一下，就是有一些就是观光客朋友，就是会在这段期间，不是会在兰屿就是骑摩托车啊，就是。小夜我连呼吁他们要戴安全帽，千万不要抓路蟹。为什么？因为你一旦抓了之后，我们的那个妈妈是没有办法，就没有足够的量，或者是就没有路蟹抓的时候，给他们的会很严重，会造成严重，可能夫妻失和、离婚之类的。真的假的？食物链会断层。对，怎么太严重？我这么辛苦，是因为很多观光客去就觉得说，哎，好棒哦，可是没有想到，其实它是破坏了整个生态。这个它所谓生态，不只是动物的动植物的生态，其实是跟人的生态有关系。夫妻都被你破坏掉了。但真的，我印象深，像你刚刚说那个。在兰屿啊，大海就是我们家的冰箱啊。对，我非常有感觉。真的吗？我今年五月有去兰屿玩，然后我们去朋友家吃饭，吃一吃，其实啊，没有想到我们来这么多人，其实说。不好意思呢，家里没有东西招待你们，等一下齁，然后就把东西衣服换一换，开车去海边，然后下去十分钟上来，两只手一只手一只龙虾，然后一篮这么大的海胆，直接现场弄开就开来吃，对，基本配备，乌尼就这样子。然后我们就想想说，什么叫大海是我们家的冰箱？这个才叫大海是我们家的冰箱。对啊，我们还因为这个，是我们也有做一首，就是我们达悟的歌这样。就是我们的冰箱这样，阿狗盖就问候，你好这样子。那个大海，同时也是我们阿美族的冰箱。阿美族粉丝也拜托我们东海岸的，共用。我们除了那个冰箱之外，我们靠山，山我们也可以吃。所以人家都说啊，只要阿美族经过的地方啊，然后那个山菜都被吃光，被拔光，好像不是太好的事情。那你们都吃什么？丰年祭的时候，有时候他们会去打猎，然后打猎就对，然后可能会有山猪啦，烤肉呢，好好吃哦。对，烤肉是最基本的啦，对。然后但是在结束的时候，我们会有一个巴格浪，就是说，这个所有的祭典就是圆满。圆满的完成，然后要慰劳那些参加的族人，然后大家就是会去就是去捕鱼，然后乌龟鱼也是我们阿美族的乌龟鱼，台湾鲷，台湾鲷，对，台湾鲷也是我们就是那个盐烤，有没有？就是就把它全部就裹盐呐，然后就把那个皮撕掉，对，然后再来就是煮汤就加一些高站塔，这样就是很简单的，就是啊，对，讲来，马上，你带来什么？我们是我们阿美族很有名的那个腌猪肉。这希腊，他今天用创意创作成那个比基尼，哎呦，我有戴手套，我有戴手套，对对对，吃看看，猪肉，好，我们不加瓦萨比啊，不好意思啊，对，这个直接吃，直接吃，直接吃，这是生的猪肉吗？腌到熟，用盐巴腌，所以会咸，好咸，哇，哦，很咸，哇，哎，有没有？哇，咸是有层次的，不是，我爸爸很厉害吧？咸哦。对，这真的有点太咸了。我还有舌头多强哎！我刚刚吃完，我都已经预约我要洗肾了。没有啦，不是只有单吃，还有别的佳肴啦。对，它吃起来很像是。你看我们去意大利会买那种 Parma ham 有没有？然后配水果啊这样吃，对，因为它腌起来就很香哎。对，哎，还有萨基努没有带他们家的东西，你们可能不敢吃哦。这是什么东西？哦，他那个腌鱼是生的，腌什么西哥还是什么西虾？不是好吃啊，那个很好吃啊。还有那个日本秃头鲨。但是你吃了之后，你那个味道在三天后，你嘴巴好像还有死猫味。原住民搭捷运，恐怖惊魂记。车子要进来了嘛，就大家哎快走，然后全部人都挤进来这样，然后就阿姨就离那个门口又最近哦，然后那个快要关的时候就会有那个对，那个门就要起来了，就要关起来，阿姨就说我就知道，吵一吵，他就跳出去了。